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零六年的第三次我们内部的谈话。最近有一些同学来问我，他说有人常常呢向他们发问，佛是不是真的有啊？菩萨真有吗？啊，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啊，往往呢，我们的同学答不出来。啊，我说这个很遗憾。听经听了这么多年，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不知道。这佛不就白听了？啊，课都白上了。我就是在今年这段时间当中也讲得很明白了，讲了很多次了啊，佛给我们凡夫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啊，不但佛法是这么说法，儒家也是这样说法，凡圣亦如啊，凡克念那就是圣，念什么妄念的啊？所以佛家讲得很好，你看我讲了多少次啊，《华严经》上那么明白、那么清楚地给我们说出来，是吧？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话说得多清楚，多明白了啊！所以《华严经》《圆觉经》里面，佛都说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所以《佛言经》里面看，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佛啊！那佛从哪里看？佛从佛性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啊，从佛性看呢啊，那你现在虽然是迷了，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的佛性在不在？在呀，不是佛性没有了啊，佛性在呀啊，佛性虽然在呢，迷了，这问题就在这里啊，怎么迷了呢？妄想，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妄想啊？我们叫胡思乱想叫妄想，错了，妄想不是这个意思，妄想是起心动念，那叫妄想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不知不觉了，它就起心动念。如果不起心不动念，给诸位说，你就没有念头啊，善念恶念都没有啊，你晚上睡觉也不会做梦啊。为什么会做梦呢？梦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梦啊？啊，这个是最深最深的烦恼，根本烦恼，很不容易断啊，无量劫来已经养成习惯了啊。那么妄想啊，就是起心动念啊，再往上提升呢就有分别，再往上提升呢就有执着啊。所以佛给我们讲这三大类叫烦恼啊
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是佛经上讲，不论大小乘经啊，都讲的很多很多啊。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执着放下，啊，没有执着了，有起心动念，也有分别，就是没有执着了，不再执着了。这个人就证阿罗汉果了。阿罗汉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有执着，我们有执着，我们就是三个都有，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这就六道凡夫啊。啊，那为什么会有六道呢？六道的来源就是你在分别执着里面呢，你造业，造善跟不善呢，啊，那一切善。这就感三善道，啊，人天修罗，啊，感这三善道。你造恶业呢，那就是畜生、恶鬼、地狱，啊，所以你把这个一切执着断掉了，执着断掉就是见思烦恼断掉了，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要知道执着是六道的因。执着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你就超越六道了，啊，这个轮回就没有了，啊，这个善恶就没有了，啊，善恶业就没有了，那么你还有分别，啊，分别呢轻，这个烦恼轻不在六道，在四圣法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有分别，啊，在这个阶层。啊，那么为什么它有三个层次呢？那就是分别也是分上中下三品啊。啊，上品的分别阿罗汉，啊，中品的分别辟支佛，下品的分别就分别很少了，啊，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就是菩萨，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如果哪一天这个起心动念你也放下了，断了，那就要成佛了。啊，在华严经上讲的多透彻。啊，什么时候放下呢？圆教初住菩萨就放下了。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经文，是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啊，佛法界，还不到真正成佛，就是十法界还没离开，在下面一会呀，就脱离十法界了。啊，我们现在讲十法界最高层的这个层次了。啊，下面是初住菩萨了，初住菩萨就成佛了，啊，法身菩萨成佛了，啊，那是真佛，不是假佛了。初住菩萨，你看看他的能力，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能现八相成道，现佛身呢来度化众生。啊，那么究竟圆满的佛，当然他还去得很远，这个我都讲得很清楚，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是在讲初住跟究竟圆满的佛在形式上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那差别是差别就是无明习气有厚薄不同，啊，我们知道无明习气没有什么障碍，啊，不碍事。啊，所以这四十一个阶级在《金刚经》里面都称为诸佛。你们看这个姜维农居士的讲义，《金刚经》上常讲诸佛如来，那个诸佛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是指这个意思。啊，这个讲得好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怎么懂得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啊，那我们今天你把这个统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佛有没有呢？很多，菩萨有没有？很多，啊，所以有人问我，地藏菩萨会不会附身来？有，啊，
不管什么菩萨也都会复生。但是你要有能力辨别，有很多附身的是鬼神冒充佛菩萨，不是真的佛菩萨来的。你有能力辨别，不能把假的当作真的，那你就上当了。怎么辨别法呢？他附身来的时候给你谈话，你看看他讲的如不如法。他讲的很有道理，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这是真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胡说八道，那是假的。所以经典就是标准。拿来对照对照的时候，跟这个一样，这是真的。佛佛道同啊。佛所讲的古佛经佛。此界佛他界佛。讲的都是一样的，对，真诸法实相是一样的，他怎么会讲成两样？让他讲成两样的时候，那就没开悟啊，没有见到真相啊，胡说八道啊，那是妖言惑众啊！那么再给诸位说，诸佛菩萨肯定是慈悲的，你要真正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身上有什么毛病全都有了，那才对。如果一接触的时候这里痛那里痛，这有病那有病，那可是妖魔鬼怪吧，那哪里是佛菩萨呢？佛菩萨怎么这么害人呢？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还有同学顾虑到大概也是灵媒传递的一些讯息，这是有大灾难这我也听到很多那到底有没有呢？我们要多想一想，灾难怎么形成的大乘教里都说得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众生那个念头不善行为不善感得的业报，灾难的业报如何化解呢？那这个心结成的灾难呢，当然还是从心来化解，你不从心化解，你怎么能化解得了呢？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不就是在化解吗？弥了早恶业，这就有灾难，觉悟了了，灾难就没有了那觉悟的人越多我这个觉悟的力量就越大了。我们讲这个心电的这个磁波，这个波不是电磁波不是这个光波是这个心的念头的这个波，这个力量就很强大善行的人越多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的人越多那这个力量就很大这个力量呢冲击他们那个不善的这个心波他们那个会降低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伤害但是可以能把他那个大的波浪不平的波浪把它降低那降低就是灾难减轻了时间呢受灾难的时间要可以缩短，这很有道理这个不是迷信所以我们尤其看到这个江本博士的水实验，那给我们非常好的证明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不但我们整个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你们看到这个山西小院，你看这些人生的病得的癌症，医生没法子治疗，放弃了他们念佛诵经居然就好了，那就没事了什么原因呢？有道理，不是迷信
哎，那我们佛门是啊，这佛菩萨加持，当然能说得通。啊，什么加持呢？佛菩萨把这些道理给我们讲清楚，我们明白了，依照这个道理，用我们的意念来调整我们的生理，那这个就是他的加持嘛，不是别的嘛。啊，我也用这个方法了，来调整呢。啊，就是最近半年当中，我这边的牙齿，上下牙齿都松动了，啊，没法子吃东西，没办法咬东西，啊，就咬咬都好像要掉的样子，啊，我也不理会它，用心念，现在完全好了，正常了。那我也没有去找医生，啊，也没有去吃药，啊，用自己的意念能把它调整。啊，这个是最殊胜的方法，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你用药物，药物都有副作用。啊，这个现在真正好的医生呢，不容易找到。啊，从前做医生的，这个社会大众都非常尊敬的，一个教书啊，一个做医生的，都受到社会人的尊重。啊，为什么救人呐？医生都是救人的。现在的医生为谋财害命啊！那早年在台湾有个名医，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啊，眼科医生啊。我们的韩馆长眼睛不好啊，就请他治名医啊，治疗两年。时好时坏，没办法，就不能断根。啊，有一年我们这个佛光山星云法师请我到那边去讲经，好像我们去住了两个星期吧。哎，高雄也有一个好医生，他就在那里看，一个星期治好了，断根了，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他不是治不好，他不能给你治好，治好什么呢？赚不到钱了。哎，要你常常来，常常来。哎，就是给你治个半好，还留点根，他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才知道啊，哦，医生厉害。哎，高雄那个医生是个学佛的，到那去的时候，很少的钱一下就治好了。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这种社会呀。害病不敢找医生呐，不是不想找医生，不敢呐，啊，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医德了，啊，他是来救人的，他还是来要钱的，啊，要钱可以说了，你说一次我要个100万、200万，我真的把你治好也行呢。他慢慢的说，真是叫你半死不活，天天给他送钱。哎，这个是，这是现在的社会，你说多可怕。我们要不是碰到佛法了，你说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啊，活着不如死掉啊！这实实在在的话了。佛法这么好，从哪里学起？你一定要知道。啊，不但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啊，从凡夫。修行成佛，决定要依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啊，智慧开了，你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你才了解事实真相啊，智慧不开不行啊。那么要开智慧，一定要定。那你要得定的时候，一定要持戒。啊，那我们今天要问问，得问自己啊。啊，五戒你做到了没有？十善做到了没有？
实相做不到，三归五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这同学们，看看大家都受过三归五戒，有名无实。啊，三归是修学的指导纲领。啊，实际上三归就是戒定慧。啊，佛，我们听到佛就会想到佛像，这就是错误。啊，所以六祖大师，你看《坛经》里面，他给人家受皈依，他不叫皈依佛，他叫皈依觉。啊，皈依正，皈依净，啊，他用这个话来说，啊，为什么呢？六祖那个时候，佛法传到中国大概700年，啊，700年也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啊。大家把这个意思啊，慢慢他就错解了，就产生误会了。因为讲到佛，在从前不会没有这个误会，啊，到后来尤其到现在，讲到佛了，他就想到佛像，这就很糟糕啊。啊，讲到法呢，他就想到经典。讲到僧呢，他就想到出家人，着相了，啊，《金刚经》上讲的着相了，错了，这是表法的，啊，佛是印度话，啊，佛法僧都是印度话，啊，佛的意思是觉悟，啊，皈依佛就是皈依觉，啊，皈是回头。一是依靠，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是迷惑颠倒，啊，那么佛陀教给我们，起心动念呢，要从迷回过头来，依觉，觉而不迷，这叫皈依佛，这是总的方向呢，总的纲领呢，啊，不管你学哪一个宗，哪一个派。啊，贤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不离开这个原则。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佛法决定是觉真经。啊，决定是戒定慧。啊，这是佛法。啊，法是真知真解。那我们现在是邪知邪见的，啊，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啊，身是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那现在我们知道染污非常严重啊，啊，最明显的环境的染污。啊，环境染污从哪里来的？从心地染污变现出来的。啊，心不清净，世界就不清净。心净则国土净呐。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啊，都在推动这个环保，能不能有效啊？我在讲经讲了很多次，没效。啊，为什么没效呢？它治标不治本，本是人心，心净。环境自然就清净，啊，香港居民如果个个清净呢，心清净，你就看到蓝天白云，哪里会看到一个迷惑像烟雾当中呢？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烟雾赶跑，让蓝天白云出现，没有别的，心净则国土净。啊，所以现在环保它搞错了。啊，他没有找到根呢，那根源在哪里啊？这个我们懂啊。啊，最重要是人心，啊，所以你看佛教的这三个原则啊，觉真净，啊，这三个原则，啊，我们念念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这就是佛道，叫成佛之道啊。
啊，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现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走的是什么道理？啊，依旧是迷，依旧是邪，依旧是染，迷邪染呐、啊！啊，迷邪染是轮回的道路啊，轮回心呐、啊，造轮回业，你走的是六道轮回的路子，不是佛道。啊，这个我们从来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佛法里面确确实实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你越学会越欢喜。啊，所以佛教教导我们。那么觉真经是自信，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你皈依的不是皈依别人的，是皈依自信三宝，就是自信觉、自信真、自信清净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呐、啊！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你皈依，就没有叫你说你皈依我，那就错了。那没，他从来没有说这个话了。阿弥陀佛也没有说是你皈依我了，不是的呀。所以你要真正懂得，弥陀是自心弥陀。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要是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啊，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的意思，佛是觉的意思。无量觉 谁是无量觉呢？自性是无量觉，人人自性都是无量觉啊。所以中峰禅师开示里头讲得好啊，啊，你看这个三十七念，大家常常念的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那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讲的多好啊，多么明白，多么透彻啊！啊，所以你要是恢复了无量觉了，你就是阿弥陀佛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阿弥陀佛？有，还不少了，挺多的了。为什么呢？他们都已经修圆满了嘛。啊，究竟圆满的人，那就叫阿弥陀佛。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菩萨多得很呐、不是一个人呐、而且还有等级的。啊，这个我们讲经都给大家做个详细报告。啊，菩萨有等级。啊，51个等级，在《华严经》上讲的。佛有没有等级呢？佛也有等级，佛有41个等级。但是菩萨越是往下面，等级是非常显著，差别很大。到上面去虽有差别我们看不出来啊，到了化身菩萨我们就一点办法都看不出来了啊，就是初住菩萨跟等觉菩萨跟这个究竟圆满佛决定没有两样啊，在那个境界里的初住以上破一片无明，见一分法身，啊，证一分法身。法身没有形象，啊，但是法身能现形象，能现无量无边的形象，所以众生有感，他就现身。
啊，众生心里想他什么身，他就能现什么身。所以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实在讲呢，就跟江本博士水实验一样，你先动什么念头，它反映那个色相。第二个念头呢，它那个相又不一样了。随你的念头，它在变。我们有念头，它没有念头。这个道理要懂。它如果有念头的话，它就变成凡夫了，跟我们没有两样。只有它没有念头，它才能现一切相。我们为什么不能现一切相呢？因为有念头。这念头是障碍，如果这个念头要是断掉了，我们也能现一切相，比孙悟空厉害多了。孙悟空只有72变的，你那个变化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都是自信的本能，自信本能，一切众生统统有，平等，没有差别。你也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么你也许听说过，中国外国有很多特异功能，那个特异功能一点都不稀奇，本能呢？他为什么本能为什么能现？我们为什么不能现？这就有个道理，实在讲一点神秘都没有。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把意志集中。所以他就有能力。我们呢，我们用一天、两天、三天，一直都不能记住，所以这个能力就不能发现。就像我们用这个放大镜呢，对着太阳一样。你看能把太阳的光聚起来。聚起来的时候，下面放的纸的时候能把它燃烧起来。它能够聚。我们这个放大镜是平光的，所以永远聚不起来，就这个道理。你明白这个就不稀奇了，你就知道这个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训练，我们用戒定，用戒律、戒定来训练，训练到一定的程度，所以你得定了。得定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意志集中了。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定。意志集中。集中时，所以就叫法通啊，这个通就是神通了，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漏尽，你那个定功越深，就是你集中的，越细密的时候，那它突破的力量就越大，能力都能够现前的。所以它这是人的本能，个个都有，只要你肯修，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一点都不奇怪。人家提出，你可不可以相信？可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情。那么现在明白这些基本的道理，那我们怎么修法？所以修法一定要从持戒。持戒从哪里修起呢？在佛法里面是十善业道。那么今天我们连十善业道做不到啊。虽然只有那么十条啊，很简单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这么难？在家出家，通通都做不到，那你还在学什么呢？你要把那个做不到的原因找出来。你把那个原因消除啊，那你就做到了。原因是什么呢？放不下。
这个世间东西哪一样东西你放下了？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同学，自私自利要放下，你有没有放下？名闻利养有没有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有没有放下？贪嗔痴慢疑的有没有放下？没有啊，所以你实相做不到啊。你看，不但是佛法，世法也是叫我们从放下开头的。啊，中国老祖宗教导后世的子孙，啊，也是先讲三规呀。不过中国人不讲三规，哎，他也是三个纲领，在大学里头啊，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三个纲领啊，三个原则，就跟佛法三规没两样啊。啊，明明德是觉，就是觉而不明，啊，明德。在亲民，就是正知正见的；止于至善呢，那是清净不染的，不是一个意思吗？啊，说法不一样而已。从哪里开始呢？这老祖宗说得好啊，从各无开始。啊，那个各。就是放下啊，物是什么？物是欲望。你首先把你的欲望啊放下啊，你这个欲望太多了啊，麻烦呐，决定造成障碍啊。啊，随从各物啊，物欲放下了，你放下的越多，你的智慧就越长啊。那佛法教我们断烦恼，烦恼放下啊。中国儒家只讲五欲啊，你放下之后啊，智慧就现前。你放的少，小智慧；放的多，就大智慧啊。不断的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没有别的，就是放下了啊。所有一切欲望都要放下，嗯，佛法讲得清楚，佛法讲要把执着放下，把分别放下，把妄想放下，他把这个归纳为了三大类。你真正能做到这个三个纲目做到了，这就转凡成圣啊，中国称为圣人，在印度称为佛陀啊。所以圣跟佛，给诸位说，不是神，也不是仙啊，与神仙不相干啊，不是神仙。那用现在的俗话来说，就明白人啊，圣人是明白人，他觉真见了啊。那凡夫是个糊涂人啊，迷邪然嘛，迷邪然就是凡夫嘛，觉真见就是圣人嘛啊。所以这个我们总得讲清楚、讲明白的时候，这人能不相信吗？
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不是宗教。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佛教是无神论，讲得很好啊，是佛教确实里头没有讲神啊，啊，就是讲个明白人，讲个糊涂人呐、啊，啊，菩萨是明白人，但是还不彻底，啊，佛是彻底明白了，啊，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总要讲清楚，讲明白，啊，然后你看儒家讲知止而后有定，啊，这个话讲得好。告诉我们一个起步，啊，知止就是什么？我们的欲望没办法完全放下，哎，可以就行了。啊，你像圣人教给我们，啊，在物质生活上，哎，吃得饱就行了，不要再贪了。啊，能穿得暖，有个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啊。叫知止，止就是知足，人一定要知足，不知足就苦了。所以知止而后有定，物质生活简简单单的，啊，能够满足了，他心就定了，啊，没有贪求了，啊，他这个一套的这个方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很实用，啊，这个物质生活。越低越好，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啊，需要的少吗？你们一天吃三餐，他一天吃一餐去，哎，他一个月付的费啊三个月的费用啊，你们一个月就用掉了，啊，你看，那他的寿命就比你们长了，啊，这个一点道理啊，啊，所以知足者富啊，啊，世间什么人最富的？知足的人最富，他不要了，不知足的人永远贫，为什么？他还缺少，他还需要，啊，贪而无厌呢，那是。生生世世都穷啊，啊，那么你们在中国看孔子看颜回知足，那真正富有，他什么都不要，送给他他也不要，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这出身是王子出身的，把荣华富贵统统舍弃，啊，实现给我们做一个知足常乐的好榜样，啊，所以人最重要的知足，啊，很容易满足，啊，名闻利养那个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全是假的，啊，追求那个那就更错误了，这追求物质生活还情有可原呢，啊，你总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呢，啊，还情有可原，搞名闻利养那太冤枉了，把精神，这个时间用在那上多可惜啊！啊，所以你要是真正求觉悟，哦，那就不一样，那是完全提升自己的境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个有意义，啊，这个有大用处。啊，为什么呢？你了解的越多越深，我们这个生活的空间越大，啊，你会过得越自在。啊，我们现在居住在三度空间，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持，进入四度、五度没法子。他们呢？他们有定，有慧。因为定突破了，有慧的时候就有能力。啊，你说他那个生活空间那么大，那多自在。
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佛门讲六道，啊，六道的这个空间不能突破，啊，我们只是听说而已，啊，听佛讲，佛经上有这么些讯息，如果突破了，那你就可以去了嘛，啊，天上人间可以到处观光旅游啊，啊，多自在啊，地狱也可以去参观呢。啊，了解这个六道里的真相啊，那功夫再高的，就是定力、慧力再往上提升一层，就超越六道了。那真叫天外有天呐，啊，人外有人。啊，你能够去遍遨游十法界，再突破，那就遨游遍法界虚空界。这个人才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啊！啊，没有智慧的人，永远就是所躲在这个地区，永远出不去。啊，留念着这个小窝出不去，这个范围很小啊。看，这就是告诉你。那个学佛跟不学佛差别在哪里？啊，我们要晓得。所以真正要起步，那就是欲望啊要降低。啊，物质生活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啊，不再多求。啊，有能力呢，一定要听佛的话，要修布施。啊，修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一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越施越多，可是决定不能享受。啊，为什么呢？一享受就迷了，就迷惑了，贪心就起来了，贪嗔痴马上起来了，立刻就堕落。啊，所以福报再大，福报说。很多穷苦的人呐，去帮助他们呐。啊，这个样子说，广结善缘，广度众生，啊，到智慧开来就晓得，宇宙是一体。你看，接大乘教里头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啊，你能够体会到这个事实真相，才晓得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法界虚空界里一切众生呢跟自己也是一体，就像我们一个人生，人生是一体啊，那个每一个众生呢就像我们身上的细胞一样啊，细胞还可以分呢，还可以分成分子，还分成原子，分成电子，分成粒子，啊，通通是自己，是自己一生。所以这个时候，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才能够出现。啊，这个慈悲就是爱心的，没有条件的，你对什么众生都爱。啊，他做善，你爱他。他做恶堕得地狱还是爱他，啊，决定没有等差，啊，地天上天人就对他好一点，地狱就对他凶一点，没有，一律平等。啊，正像我们身体哪个地方长了个疮了，啊，我们对这个这边没有长疮的不会对他好一点，这个长疮的对他坏一点，没这个道理，是不是？我们还是想尽方法，希望他能恢复正常。啊，平等的爱心啊，啊，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那这就要靠智慧了，啊，从定开慧，你才能够恍然大悟，它是一体呀，啊，还有等差，你还是在迷惑。所以你看成佛之道啊，佛讲十法界无量因缘，无量因缘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缘。所以第一个因缘是什么呢？这佛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佛成佛第一个因缘平等心。我们对人还不平等啊，还有爱，还有嗔恨啊，那这些佛没资格了，这你做不到了。佛心是平等的啊，菩萨是六度四摄啊，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做到啊？圆觉是十二因缘，阿罗汉是四谛啊，天道是上品十善，还要加上慈悲喜舍啊，四无量心啊，人道是无界十善啊，畜生道愚痴，恶鬼道是贪，地狱道是嗔恚啊。那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贪嗔痴啊，我们走的哪个道呢？我们走的三恶道，不是菩萨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不想走三恶道，那你可以把贪嗔痴放下了啊，放下贪嗔痴，三恶道就没有了啊。贪嗔痴放不下，所以诸位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家惹你生气，一生气，哎呀，他要叫我堕地狱嘞，我马上就生气，乖乖听话，就往地狱里爬，你说这不是糟糕吗？是不是愚痴到这种程度吗？啊，这贪，啊，贪财、贪名、贪利，啊，这个有缘人家送到你这，好，我就增长你贪心，你就晓得，他对我好啊，送个大红包给我，啊，这红包是什么呢？让你到恶鬼道去，鬼是贪心吗？啊，所以呢，聪明人怎么办呢？要不要接呢？你不接的时候也不好啊，都要接了。像尤其这个出家人呢，他是种福田的，不接嘛，他又不就他心里就难过了，接到干什么呢？赶紧拿去布施。哎，就舍掉，可不能留，留的就当过鬼。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啊，愚痴，什么事情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尤其现在这个时间呢，两舌的人很多。就是挑拨是非呀，啊，这个造谣毁谤生事，这个很多，啊，自古以来就有啊，没有现在这么流行的，啊，现在这个风气太盛了，啊，结果到处都是的，啊，你能够置之不理，这是上策，啊，如果你要理会的是，那你就调查，啊，追踪。把这个谣言的根追出来啊，这是中策。你要是听他的话的时候，那是下策，那就错了，完全错了啊。我们从前这个华藏图书馆的韩馆长有一招就很厉害，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造谣啊。你要在人家造谣回谤的时候，他会问你怎么知道的？啊，当然他又不好说自己造的，他不敢讲啊。啊，我从哪里听某人说的？哦，他就过几天他就把那个人找来，你是不是说了？然后一对质，对，做了几次以后，没一个人敢在他面前造谣生事。为什么？他要调查，他要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啊，找到那第一个人。然后问他，你说这个有什么用意在哪里，目的在哪里
啊，所以他要追根究底。啊，所以古人讲啊，谣言止于智者。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轻易接受的。他要查清楚啊！不是糊涂人，糊涂人听你说他就听话，他就信以为真呐、啊，那个当就上当了。啊，往往造成严重的罪过。啊，这个罪过，《了凡四训》里头讲得很清楚，看它的影响，啊，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从这个地方解罪啊，那影响的面越大，时间越长，罪就越重啊，果报都在三途啊，很可怕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恶断不了啊，善提不起来，没有别的，就是没放下，所以一定呢，先要从放下下手。啊，头一个放下我们对于名闻利养、对于物质的享受，要把这个放下，啊，降到最低的水平。啊，现在的社会，大家在物质生活上都相当富裕啊。衣服，一件衣服，那你很爱惜它的时候，至少可以穿十年的。那换句话说，十年你就可以不要买衣服啊。啊，可是现在这个世界呢，妖魔鬼怪很多。啊，妖魔鬼怪你都很喜欢，你绝对不会讨厌它。啊，那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服装的设计师啊，天天在设计新的花样，新花样设计出来，告诉你，你这个不流行了，那去年的了，穿出去人家笑话了，赶紧要换今年的这个款式啊，你的钱都被他骗去了啊，你还很喜欢的，很乐意的，辛辛苦苦赚的钱去供养他了。那这叫愚痴啊！所以从前有人常常去买衣服，告诉我不行啊，这穿出去人家笑啊，我就告诉他，笑死是他死，你没死呢。如果笑的是你笑死了，那这个严重啊，是笑他笑死了，你没有死吧？与你什么相干呢？啊，总得要明理，不要被人骗。吃，这是现在最麻烦的。现在这个饮食啊，这李老师在引经据典说的，饮苦食毒啊，这一点都不假。啊，现在肉食决定有毒。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病从口入啊。啊，先吃素食，素食都不放心。为什么蔬菜里头它有农药有化肥？啊，你看我们看到的报告，啊，这30年前，英国人做了一个实验，啊，用这个化学肥料种的这些蔬菜给学生吃，啊，吃2个月到3个月，学生的身体很差。啊，这个病很多，然后学校再给他改良，就把这个蔬菜不用，通通用从前农夫自己用劳力耕作的，没有这个化肥。啊，用这种蔬菜给他吃，1个多月，他身体就恢复了。哎，好像换了一个人的样子，就说明。这个农药、化肥、栽培的东西，跟这个从前完全靠自然生长的，这个养分完全不同。
比现在都可怕。啊，农药化肥东西很好看，很漂亮，有毒啊！凡是好看有毒的，都是有毒。哎，那个不好看的是吧？啊，那很安全，但是不好看你都不爱它了。哎，你爱了个好看的，那就没法子，叫愚痴啊！啊，贪嗔痴的就叫愚痴。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你看那个什么那个鸦片的，那个开的花朵最美呀，非常漂亮啊，有毒啊。啊，那么像这些东西多看看，你就明白了。还有一个最有毒的，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里头，第一个毒，没有一个不爱好，电视啊。一家人天天看电视，看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中毒，全家中毒。看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中毒，这还得了吗？你怎么能不生病呢？啊，所以我们是接触到佛法了，才知道，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如果我40年没看电视了。报纸没有看过，啊，这些杂志、广播，通通都断绝了，全都是毒啊！啊，尤其我看到了报纸，看得很痛心。啊，我们住在这个香港，啊，邻居门口每天看到送的报纸一大叠。报纸的原料是树木啊，你是这个树木的砍伐不得了啊，非常严重啊，全世界气候不正常啊，常常看到这个洪水的泛滥啊，干旱水灾与砍伐树木有密切关系啊，那个报纸你看看，看了之后都丢掉了。你说多可惜，印那么一大堆，啊，真叫劳民伤财。你们哪个看报纸从头到尾都看完的？我看的都好像有几十张啊，啊，那要用多少木材呀？天天喊环保，天天在糟蹋。地球上这些资源有限的，像这样子滥用的话，用不了几年就用光了，那么人类在地球上也要绝种了，这走死路啊！你说多可怕？啊，那么这些事情都摆在我们面前。你不去想，你觉得好像没事情，你稍微留意一下，啊，那么你就会相信灾难从哪里来的，啊，末日真正的因素是什么，你通通明白了，啊，我们救不了世界，至少也救自己，啊，救自己也要依教奉行，啊，要把我们物质的欲望降到最低，啊，精神生活我们不要电视，我们不要现代这些东西，我们用经典，啊，每天为什么不看经呢？为什么不念佛呢？啊，看经念佛。那真正是有营养啊，哎，绝对不会中毒啊！
啊，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提倡《弟子规》啊，《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啊。十善业道为什么做不到呢？为什么放不下呢？依照《弟子规》去做就放下了啊。你看《弟子规》告诉你哪些事情应该要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好好的学，从这个地方扎根呐。我跟诸位同学讲的话是真话，你没有《弟子规》，没有十善道、十善业道，不能往生，念佛都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不是个善人啊！你看经本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你怎么能往生啊？如果你要学其他的法门啊，这佛家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断惑真正啊，就是你一定要断烦恼啊，见思烦恼断尽，这真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断尽，你才成个菩萨啊。那净宗法门是特别，不要断烦恼啊，就能往生。但是不要断烦恼，你要把经典看清楚，它要伏烦恼啊。那伏比断实在讲容易太多了，断可不容易啊。伏是什么呢？你这个佛号啊，功夫得力，能够把烦恼控制住啊。所以念佛的目的要清楚，弥陀经上两句话，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你要没有这两句的话就不能往生啊。念佛的人很多啊啊，以前我老师常常给我讲啊，他在台中办这个台中联社啊，慈光图书馆联社的联友，我离开的时候有50万人的啊，联社的联友啊，他常常讲啊，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2-3个而已，不是万修万人去啊，啊，万修万人去是如理如法的修行，那个个都去。他不懂理，他也不懂方法啊，口念弥陀心散乱，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口里念佛心里头胡思乱想，这怎么行呢？这个不行呢 啊念佛就是这一句佛号，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妄念统统放下啊。我们这个念头一起来，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啊，起来之后这叫觉，所以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悟得快啊。这一觉悟是什么呢？在净宗里面就是佛号啊，阿弥陀佛体，这就觉了。阿弥陀佛就把你这个念头控制住压下去了，这叫念佛啊。念的时间久了，在一般大概3年到5年，现在恐怕不太容易，因为现在的社会太乱了啊，你这个影响力太大了，3年5年不容易控制住啊。在过去啊，这个50年前的社会，3年5年能够到功夫成片，就是把这个烦恼压住的、控制住的，还有。现在的确非常之难。
啊，现在就是诱惑太多了。啊，这最大的诱惑就是这个报纸跟这个电视。啊，在现在还加上电脑，是麻烦很大。啊，就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要知道远离一切诱惑。啊，住在都市，这个都市的诱惑也非常严重。啊，你只要一出门，你所看到全是诱惑。啊，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怎么能够说不受感染？那要多大的定力？啊，这个定力超过古人十倍、百倍都不止。啊，古时候没有这么多诱惑。啊，所以这是增加我们的难度。啊，你一定要懂得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哎，就是妄念一起来，阿弥陀佛，赶紧压住。啊，这叫功夫。啊，这个功夫做长久了，啊，不念的时候，烦恼它也不容易发作了。这就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往生就有把握。啊，你发愿求生净土，真有感应。啊，不到这个功夫，不行呐！阿弥陀佛不跟你讲人情的。这个人情这一关的时候是决定通过的。所以一定要懂理，啊，如理如法了，这才有感应呢。如果不如理不如法，也有感应，啊，佛也来了，菩萨也来了，给诸佛全是妖魔鬼怪，啊，都是你的冤亲债主，啊，为什么你喜欢菩萨，他就变菩萨的样子；你喜欢佛，他就变佛的样子，诱惑你，诱惑你跟他走了。他再回来找你算账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总要清楚啊。那么这个古来一些大德也给我们说过啊，佛现前的时候，你自己要晓得我有什么德行，感得佛现前了。如果我没有德行，我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还为非作歹，佛也现前了，这佛肯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要跟自己对照一下，哎，我有没有这个德行呢？感得佛菩萨现前，这个要重要。在佛现前的时候也晓得，啊，这个佛一定是庄严，一定是清净。一定是慈祥，佛光柔软啊。那魔要是现在这个佛来的时候呢，它有光，也有金色光明，它的光刺眼睛啊，像我们眼睛看太阳一样刺眼睛啊，你看的会很不舒服。佛光看的像月亮光，很柔软啊，这个不一样啊，光一样大，一个刺眼，一个不刺眼。一个就是你在佛光之下感觉到非常舒适，啊，魔的光底下的你感觉到恐惧，啊，你害怕，你不安，啊，这个就很明显的分别，啊，它里头有威，啊，有恐怖。那么像这些普通常识啊，都要知道。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太复杂了，啊，真是《楞严经》上说的，也就讲我们这个时代呀，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清净明慧》里面讲的都是妖魔鬼怪，啊，在末法时期，到处都是，充斥在这个世界，一般人没有能力辨别。啊，所以《楞严经》是照妖镜啊，你懂得楞严的话，你就有标准，哎，你就能够观察啊，哪些正的，哪些是邪的，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
有能力辨别。那么将来佛法在这个世间也会消失掉。从哪一部经先消失起呢？楞严经第一个。阿弥陀经是最后。最后消灭的就是无量寿经。最后。最先消灭的就是楞严经。所以我说楞严经是照妖镜。楞严经消失掉之后，妖魔鬼怪在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认识他的。没有人知道他是假的。那么这些经教自己有机会要多读，恭恭敬敬的去读，不要求解，念不懂，不懂没关系，不求解，恭恭敬敬的念。那么这个方法呢，是修行。你念一个钟点，你是修一个钟点的戒定慧，恭恭敬敬是戒，专心去念，没有妄想，没有夹杂，这是定，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这就是慧，这是根本之。每天念一个小时，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每天修一个钟点，修两个钟点当然更好，时间越长越好，天天不间断。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坛经》里面给我们介绍的法达禅师，他念《法华经》，《法华经》长，一天念一部，他念了3000部，所以念得很熟了。三千部在一般讲大概是10年的，所以六祖给他讲《法华经》的大意，他一听就开悟。那是什么？他心已经定了，经已经熟透了，自己已经达到是将悟未悟的那个边缘，到这个境界，所以六祖几句话一点，他就豁然大悟，所以这些道理我们要懂，懂了之后自己可以做。认真去干呢，那我们修净土不用去读法华经，读无量寿经就好，无量寿经没有法华经那么长，人家一天呢念一遍法华经，念一遍，那我无量寿经呢一天可以念5遍，如果念10遍的分量大概就等于法华经了，差不多跟《法华经》相等。你越熟就念得越快。但是念的时候呢，自己修行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念快。初学的时候可以快，快容易摄心。就是妄想呢进不去。所以它有这个好处。慢的时候呢能够随文走观，它又有一种好处。就是慢的时候它能帮助你开智慧，快的时候能帮助你定下来，所以初学还是要快，用你妄念很多，所以让你这个妄念的时候渗透不进去，用这个方法，那么念到这个妄念确实少了，就不要那么快了，就慢慢的念，慢慢念着随文如观。
那就是主要是求智慧啊，不要去想经里的意思，经里头没有意思，想不到的啊。所以你看我跟诸位讲经，我根本没有预备的，为什么？他没有意思吗？啊，你怎么可以准备呢？你要准备的全是你自己意思讲的，不是佛的意思啊！佛没有意思，你怎么会想出那么多意思出来？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说法应机而说啊！啊，我们现在是学习，啊，学习是自己到什么样的境界。实在讲，这个要是年年都不一样啊，啊，遍遍不相同啊。我跟诸位讲一个小事情，你叫我再用一个小时重讲，我讲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讲些什么。啊，重讲跟前面的是绝对不相同。啊，所以这些道理。然后你再晓得学佛不难呐、啊，哎，学佛最重要是学智慧，就是学戒定慧，啊，这才是真的，啊，戒定慧能够贯穿一切经论，啊，你是一步一步学，那不苦死了，那学到哪一辈子？啊，所以任何一部经都具足戒定慧。所以古人讲的话就有道理了，这一经通则一切经通啊！啊，一个法门通达，一切法门就都通达了，啊，乃至于说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啊，我这些年来，啊，澳洲跟大学，啊，邀我。参加这个世界和平会议啊，我在这个会议里面所讲的啊，好多次我是主题发言啊，我跟大家所接触的啊这些专家学者啊，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啊。啊，用什么方法来跟他们沟通呢？用戒定慧。啊，他们有很多专业知识，我也不想学，为什么呢？浪费很多时间。啊，我只听他的，你们说出来之后，我回答你，就像解答问题一样。哎，答复他们还都很满意。这个要知道是，这是佛法了。我用佛法来答复他们呢。啊，这个世界和平大家都需求啊，能和平得了吗？啊，理论上讲，行。啊，事实上讲，太难了。难在哪里呢？大家放不下嘛。谁能放得下明文利养呢？啊，大家都能放下，天下太平。啊，这个很难啊。啊，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做出的结论，啊，大会这个结论，通常都会送给我看。啊，谁能够落实呢？啊，哪一个这国家政府能够接受呢？没有用啊！所以开了30多年会，我说你们这些结论都很好啊。啊，如果这个政府客气一点，把你送到档案室里，永久保存；如果不客气的话，送丢到自治楼里去，废纸一堆。
谁会尊重你？谁会听你的话去照做？所以不容易啊！搞了这么多年，现在参加这个大会的人都灰心，就是一而不决，决而不行。我参加五次以后我不再参加了，为什么？我已经了解了，我看清楚看明白了啊！你们这几十年搞些什么我统统清楚啊！那解决之道呢，真的还是中国的老办法，教学啊，教学能解决啊。联合国那么多热心的人啊，都是世界上著名的一些专家学者。如果像我们这种上课的方法，啊，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的上课，保险天下太平。一定要教啊！啊，开会没用处啊！啊，要教啊，非常可惜。你说这个宗教经典那么好，没人讲啊！啊，像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天天来讲经，天天大家再去学习，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了。你说这多悲哀呀！啊，我们总希望每一个宗教都有很多很多传教士在各个地方来讲，啊，每一个宗教都好，啊，为什么他不来呢？干这个事情不赚钱呢？大家都讲这是赔本生意啊，谁都不愿意干呢。啊，如果可以卖门票。一张门票卖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干的人就很多了。啊，可是人家愿意花钱买门票去看电影、看跳舞，不愿意来听经。啊，那么这个都是目前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年来，同学们很发心，啊，用这个网络，用电视、微信，啊，这个确实产生了很殊胜的效果。啊，可是我们现在最担忧的，后继无人。这个事情难了啊！有很多人愿意学啊，想来学很多啊，真正能学得成就的就不容易了啊。这个里面不在于文化的根基，不在乎这些啊，最重要的条件，你真正放下啊，真正好学，这两个条件最重要。你不是真正放下啊，稍稍涉及的名闻利养就全毁了。讲经这条路也不是平平稳稳的道路，是一条险道啊！啊，你讲的不好无所谓，你要讲的好的啊，皈依的人多了，供养的人多了，接触的人多了，
很容易被别人渡走啊。你不是渡众生呢，被众生渡跑掉了。哦，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自古以来都不少啊。啊，到那个时候是全功尽弃，所以很难很难，你真正经得起诱惑。但是真正说进去了，啊，明白了，了解了。你人生才有正确的方向，有正确的目标，啊，摆脱所有一切诱惑，啊，不要是人间，啊，大梵天王来诱惑你，你要无动于心，那才行，啊，要不然的时候肯定失败。这个在历史上记载就很多啊，有古时候有很多修行人在山上啊，修得很不错啊，啊，别人去参学见到的时候没有不恭敬的。都市里面的啊，学佛的同学们请他到都市里去讲经弘法，啊，没多久呢，就染上明文利养了，就堕落了。啊，你们看看莲池大师《住创随笔》里面，他就记载的当时的，啊，很好的修行人，啊，就是。功夫不够啊，定慧不足啊，一进入都市就迷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就更不必说了。啊，几个人能够保住自己？啊，古时候的修行不简单呐。那个师父管教徒弟管得很严呢，啊，在山上，如果不是经过个十年二十年，不准下山的，啊，还会被诱惑。现在这个社会怎么得了？我在澳洲办这个净宗学院，我要求同学九年不离开学院，啊，你可以出去，但是图文巴这个市就是我们的界限，不可以离开这个都市，都做不到。还是喜欢到外面跑啊，那这就没法子了。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够干涉谁啊，动不动就讲人权呢，那什么法子？人权毁了我们传统的教学。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成就就靠自己了，啊，自己决定要好学，决定不能离开经教，啊，天天要读经，天天要学习，而且还要把经教里面的教诲要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你才真正的受用。啊，你《弟子规》统统做到了，肯定感化你一家人。啊，你一家人感化了，肯定会感化你的邻居、你的亲戚朋友。
啊，所以弘法那个事情不要说，啊，自自然然，人家就跟你说了，啊，有心去弘法没效果，啊，无心产生不思议的效果，啊，所以你先要度一家人，啊，你看这个儒家讲这个次第讲得很清楚。知止知足啊，不能不知足啊，啊，知足而后就有定，你心定下来了，啊，定而后能安，啊，心安了，安而后能虑，虑就是智慧，啊，智慧开了，小定开小慧，大定开大慧。啊，智慧开了，虑而后能得了，啊，你就真正能得。那个得是什么呢？有求必应呐，那就是得。啊，你得的，啊，我们这边这个下联写了的，你得到自在了。这个自在就是佛法里面讲解脱，啊，得到自在之后你才能随缘，随缘是教化众生，啊，决定不攀缘，啊，自己对自己来讲随缘消旧业，过去今生造了很多恶业，业要消，啊，处世待人接物平等心现前，啊，顺境善缘，缘是人事关系，境是物质的环境，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你的心是清净的，不会被污染，逆境恶缘没有嗔恨，啊，你说这种生活，啊，这个就是我在初学的时候方东美先生给我介绍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就是顺境，啊，善缘，没有贪念，啊，逆境恶缘没有成慧，最高的享受啊！啊，这个时候啊，才能称得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啊，记住修行的功夫在哪里呢？在你的面孔上，在你的身体上，相随心转，哎，你看看你这个相啊，有没有定，有没有慧？啊，戒定慧在哪里啊？戒定慧在面孔上。戒定慧在我们起心动念上。啊，这个难得了。这个日本江本博士不错，实在讲他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啊，谁戒定啊？随人的意念起变化，啊，因为它是矿物，它不是生物，啊，它是矿物，啊，它这个实验，就证明佛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下生，啊，那我们身体，这是法，
啊，身体的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啊，我们的毛发，通通从心想生。我们的念善，没有一样不善；我们的念不善，没有一样是善的。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的心善、言善、行善，你的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发，没有一个不善。所以体质跟相貌就变了。啊，你要不善的话，你怎么样去化妆、去美容，全是假的。哎，美容那个也是谋财害命。后遗症很可怕。哎，当时好像跟你做的还一样子，但是三年五年之后啊，毛病全出来了。啊，那到晚年的时候，那个面积跟鬼脸一样，不堪设想，你知道吧？哎，那时候后悔就迟掉了。哎，这个事情不能害自己，啊，要想自己美容，用自己的善心善意，啊，这个没有毛病。啊，你要到美容院去，你就错了，你的心念头不善，怎么样给你化妆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久了，你本来面目就露出来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用意念转变自己。哎，我们如何能把自己这个肉身啊转变成像佛菩萨金刚不坏身呢？哎，不是做不到，真做得到啊。啊，我们的寿命啊，不过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寿命没有了啊，想走能走啊，想住能住啊，啊，那个时候来去自由啊，那个时候住啊，不是业力，我们现在想走走不了啊，业力。啊，所以我常讲啊，菩萨成愿再来，怎么回事？业力转变成愿力，那不就成愿再来了？啊，愿力就不一样了。愿力看你跟这个世间众生的缘分，有缘就多住啊，没有缘赶快走啊。那住了有什么意思？啊，有缘，什么叫有缘呢？这还有众生听你的，哎，你劝导他，他还会相信，他还能接受，那你就要多住几天，要帮助他，成就他。啊，缘没有，这人不听你的，那不喜欢你的，那赶快走，啊，这个地方就没意思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住的时间长短，就是看跟这个地方的众生缘分来决定，而绝对不是自己，与自己毫不相关，啊，叫随缘呐，啊，自行化他，就是念佛，啊，所以念佛，诸位要知道，就是念觉真经。啊，就是念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就是念伦理道德啊，佛是觉啊，啊，念念觉而不迷啊，这叫念佛啊。那我们初学，我们现在觉不了啊，在迷惑的状态，我们用阿弥陀佛帮助我们觉悟啊，不是阿弥陀佛真来帮助，用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啊，那要知常常念，知道是
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本来是无量寿啊，现在我们迷了，变成不觉了，念念呢把我们自己本性的无量寿啊把它念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才是真正叫佛力的加持啊，因为你念这句佛号，用这个佛号把所有一切的杂念打掉啊，你不念他自然会起念头啊，不管起什么念头，阿弥陀佛都用这个把它控制住啊，把它打住啊，让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这句叫功夫成片啊，真正把自己的妄念呢扶住了，控制住了啊，只有这一念，用一念对一切念啊，就这个念佛就是道理就在此地啊，用一念呢克服一切念，儒家讲的克念作圣，我们把妄念克服住，那你就圣人啊，我们用这 一句佛号这个方法把我们的念头克服啊，那么这一句佛号呢又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力相应啊，这个相应就是我们有意识求生净土就能往生啊，所以在现前必须要把自己的妄念克服住，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呢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他老人家是意疑啊，不是质疑，就是印度这个梵文的原本上面不是一心不乱啊，那个原文呢玄奘大师翻的，那是照原文翻的啊，原文是一心细念不是不乱，而是一心细念啊，那就是我们一心专想，就这个意思啊，当然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就是不乱的时候就是这是难了可是那是怎么样才能到一心不乱呢？他翻的并没有错，真正往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做到一心细念，细念就是功夫成片了，临命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一定先看到佛光，佛光一照啊，把我们的功夫提升一倍啊，这真的佛光加持提升一倍，那是阿弥陀佛的48愿的愿力加持啊，所以就能达到一心，所以他翻那个一心不乱的时候没犯错啊，真的临命终时佛来接引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心不乱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要不知道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你的信心就不足，那对你往生就产生障碍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一定要相信罗什翻得没错，而且翻得非常好啊，那么一心功夫有前身不一样啊，那么通常我们讲三等啊，上等的理一心不乱，中等的事一心不乱，下等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能控制住了啊，一心心念控制住烦恼习气啊，这个下等的呢生凡圣同居土啊，中等的就是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最上等的这个理意心不乱生18庄严土啊，这个都不要去想它，你就是去念，你越想越糟糕啊，越想的时候把自己功夫全破坏掉了啊，不要去想，反正是偶业大师讲得好，我凡圣同居土下下品满生往生我也很满足了，是啊，有这个心态就非常好了啊，这偶业大师了不起啊
那我想的时候，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肯定是观音菩萨再来的，绝对不是普通人。啊，你看那个《弥陀经要解》注得那么好，啊，我们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这就赞叹到顶点了。啊，你这就晓得。印光大师的身份暴露了，啊，我们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的赞叹，你就晓得他是什么人，啊，所以还是中国人有福报啊，啊，这些佛菩萨都应化到这个地区来呀，啊，这是外国的时候没有这个福分的。中国人为什么有福分？这个要知道，祖宗积的德，5000年来伦理道德的教诲呀。啊，那么今天的世界灾难，灾难从哪来？杀业。这众生自己干的。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之后，就战争不间断。啊，每一次战争，死亡的人都是10几万、几10万。2000年来，冤冤相报。那么还有受灾难的这些人民，啊，还有这些畜生众生，啊，那么再看就是打猎，啊，吃的这些动物，啊，哪一个动物是甘心情愿被你吃的？他不甘心不情愿，你吃了他，他有怨恨在。你2000年累积的这个怨恨还得了啊！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今天灾难的原因，你就明白了。啊，这个灾难要是不能够妥善处理，那个世界末日肯定会现前。啊，我们那个挂的那张地图，那是末日的地图，你们就看看，那是美国人搞的。啊，20多年前我在美国。我买了5张，这搬家搬来搬去都搬不见了，啊，剩了1张，这一张我拿到北京，他们替我复制的，啊，我复制了这个件，复制的不错，啊，那么有详细的说明，啊，全球啊，通通变了，地壳变化了，很多地方沉到海底啊，海上也有很多新的陆地浮出来。啊，那个真是天翻地覆！啊，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灾难呢，啊，希望在我们这一生不要看到。啊，所以我们要好好努力干呢，啊，我们要带领大众一起念佛，啊，一起回心向善。啊，首先效果改变我们的相貌，改变我们的体质。啊，这是头一个。这个效果，啊，然后你的家庭和睦，啊，你的事业很顺利，啊，这就逐渐逐渐看到这个佛法的效果，在你身上看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